么人儿呢？我操！俺们家有个王八，挺好的。给我交闪，我瞪我再瞪让他砸，再瞪让他砸嗯，加油，看你们的了。我跟铁男玩一会儿。我想看着笨。好了，我们有意义了。我的哟，还带走位呢。欢迎下水，妈，这派克出啥呀？我知道出穿甲，啊 ，A 八，漂亮王八，武器大师，我克死你！我让你跳，我抓，被我扎死了。好，有六了。还行啊，我发，嘿，
塔皮走了，回家了。我决定先出个九头蛇，我操！哎，我发一走，给爸！欢迎下手。这武器太逗了，这武器掉一波我晕的一波，掉一波我晕的一波。咱先把这塔皮都给他撕了，哎，这波居然没死，这不应该呀，这斩杀线没到吗？我感觉差不多了呀，两级反转，嘿，这回到了，把杜城拆了啊，我们就无敌了。我是出爱行者自找呢，我干哈呀，坏了，这搁上面呢，这气完了，给我们要去赶赶去了啊！哎呦我操！哎呀这哎，这为啥没死啊？这不应该直接双杀了吗？这小猫跟我搁一块儿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直接就起飞了。我们就是泥鳅，我知道啥样不？又滑，穿的又快。几秒戏。画的还是木印。收集者。每个人都在挣扎着。要杀我啊，小伙子！嗯，要杀我杀！下路玩吧，好像能直接把这寒冰杀了，不用我们好像。算了，那我传上路去吧。
这是推线太慢了，你知道吧？啊？无限火力，你再玩，不行就退。你干哈呢？回家吧。海床是另一个世界。先来个幽梦之顶吧，我这最后出个啥呢？来一个烈印之风，我飞得有点远，不好意思。我这咋这么快呢？连助攻都没有。我就是大黑耗子，咱们找个福耶哥哪去了？你抓我，你打我，你抓我，你再碰上我一下。哎呦我，我杀！居然没死，不敢担呢。要推我，把武器大师给我蹬出来。打完就跑。跟我打，小伙子！投降了。